又是耳朵聋了，刚才，看到一个飞碟，快速起飞呀，然后到一个地方去集合，高空当中有飞碟，那个飞碟在下方，下方好像有带了什么东西啊，要交给。上面的飞碟好像带了什么东西要交给上面的飞碟，这个移交，原来那个飞碟是测试沿海一带的，是否还有核废料的存在啊？是否还有核废料的存在？所以他收集的那些，收集的土壤，曾经有核电厂，附近那些土壤啊，收集完了以后，交给来接收的飞碟啊，所以这段时间，在前段时间是北部，前段时间啊，反正最近一段时间有比较多的地震啊，但震级都不大，是飞碟下来起那个，地上的土壤，起土壤。去土壤的原因是看看土壤里边有没有核废料的，核废料的存在，因为在清理大糖果的时候啊，发现乱扔的核废料很严重，所以呢，现在到这边也检查一下，看看核废料情况，因为专门的核废料。专门放置的核废料没看到，所以呢就，所以呢就起土壤，然后对他那个土壤那些里边的土壤里边的位置物质啊，就进行精确的测试啊，测试好了以后。然后通过精确的测试来判断，核物质的状况啊，来判断核物质的状况，核废料的状况啊，是这么。一件事啊，随着这个信息的解开，耳朵就没那么聋了啊，耳朵就没那么聋，好，知道了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